低的了哈。你不讲矮呀低的，家都有喜事啊，让我从内心表达出来，从你表情上矮就看出来耶。嗨，人真聪明啊。喂，对象中的样板啊？美貌的战士呀，心善良的就不够的不爱真相当啊，无敌的不少都真合身啊，不老的不满的身体要看啊，还发长相啊！嘿嘿，眼看的时候漂亮，中眼风韵耐看，事实长起包哦，一朵地方的少拿都不缺嘛。哈哈，爱问你竟然几多岁呀？哎，我竟然二十二岁啊！问我个年龄做嘛个呐？难道拿相同来谈恋爱呀？典故。爱是的，我讲的是爱老爸的对象。哈，我以为是你的对象，你讲法话真正是唔太符的。哎呀，我心都会高兴，唔能把具体的认同是讲明白。喂，你老爸找对象，唔按欢喜做嘛个呀？早就希望我老爸能够找个好对象啊，有个伴，才唔会孤单寂寞。也是，难得有你安样的孝顺的老爷，难得的。哎，开采的苏西呀，这是阿公阿妈的银天鹅娘秋梦啊，阿爸就给公的大辈子啊，辛苦的将早也应该找个盼来帮助啊！哎，讲就容易，真正来寻一个好对象啊，好难呐、啊！阿妈的爹娘啊，这是个公的，俺俺今上都家在了本州忙啊，看下个在。
爸还忙打算弄来玩的哟。做嘛个？难道伢爸唔想讨老婆诶？想是想，就因为嘛个，目前的时间没办法，有钱还讨嘛个呀？因为俺当时啊，还在读高中，俺老爸讲，我将来到太和毕业吧。安好的父亲呐、啊！俺有安样的老爸，俺感到骄傲，但是俺不想上太好。你用的好令伢爸失望啊！哎。伢爸的新老爸就为了个。太好，找工作也难呐、啊。俺考上个中专专业学校的，俺叫郭木仔皮技术的，专来帮老爸把郭木厂盘好。嘿，原来俺用的，哎呀，好主意啊！当然啦、啊，没难。高中的爱徒啊，三年的厂。个好阿爸，你老爸付出的心血的，唔会白费的，唔系人老爸的好赖嘢呀。哎呀，从农业专科毕业以后，分配工作，协助阿爸扩大发展，取得了一台的成效，我就同年同阿老爸签对象嘅。对，越快越好，阿爸有会盼，肯定青春焕发。幸福弥漫啊！有一日，乡村有一个琵琶带来个太姑娘哦。喊你什么爷呀？总想用诶。姑娘的一条发，毛长的长辫，一路一面柳你好身长啊！一对的太阳来梳。当时也是不敢生啊，有嘛个不好，皮头就好，养父不欠啊。哎，听过人讲的，但又是爱托皮婆钱的，阿爸又不反对，我也就没你呢。也是哟，双方同意就好。其实老牛啊，牙齿不好，应该是嫩错。哎呀，莫笑呢。总算了却了阿姨放心事。所以呢，我就本琵琶交去三千人的天分钱。唔做那嘢呀，真劳动，天钱一交啊，天鹅就飞唔走喂。哎呀，唔得的，还是比走喂。哈？佮就系唔骗子。也唔咩，系阿爸用佢走嘅呀。用板唔劈头啊？
唔能似哥们，用啲的皮套啊，唔剃头啊。那是还债耶？是啊，应该讲姑娘为了父母，佢系心甘情愿嘅。但系阿爸睇到咧咁样嘅情况，唔忍心伤害嘅眼强姑娘，就安慰佢转世。三千人就怕把损失得，阿爸唔爱佢还，而且还拿个500块钱还嘅。人之上相哦，唔会差喎。人之就相当壮相端正，一下神功诶，佢赶快起尊来啊！讨老婆唔会埋会看，安全片啦、啊。差唔多诶，就算诶，廿把人机啊，一拖就一落，我头啊就扎见头。廿把唔会话唔中意，用喺人间里面，他咪发以后，唉，又被廿把牵走。我看阿爸话起有问题，阿龙伯个照顾啊又好又味，是姑娘唔掂争过富人家嘅便，伊光头老婆啊，看到富人家话超怕喂。哎呀，唔系嘅原因，阿爸心肠十分好，思想啊十分正统。又系乜嘅问题？你咋个富人啊又老婆？Yeah.
情塔里真对不起，头先我呀错怪一句，今那就赶紧再走啊。最后我想到一个奇妙的办法。马给办法？我下了一份征婚广告。征婚广告你用办下？嘿，我按你下个。排队来呀，用个先车的。嘿呀，还能等出一招送上门来耶？送货上门好啊，伢把头发也来耶，马给用个肤色。一个夫人啊，人才唔会差，系用几年数？用几年数好啊，伢老板啊有眼光，中国年数找到用几年数十分皮套啊。嘿呀。这个五年数是呀，这个五同银，从富养细，好上细哦。五个两银啊，同相依呀，高低啊，全都做呀钱，太大用的哦，是呀钱。这个五年就会靠智慧靠意志把这场判得风风火火，阿爸告诉我皮料就经常同他联系，他就把这些皮料抹茶吧送过来。哦，这个就九搭送的，因为能够九搭你喊到一来一往互相了解嘛，一个模糊一个模糊三生的感情。后来呢其实夫人啊，送半锅来，还帮阿爸添数十皮蛋呢。哦，谈起你那来嘢，感情进展速度快。再后来你明日就会来帮阿爸烧火煮饭洗衫裤。后来呢？后来阿爸发现一只五人啊，各方面啊都十分相似阿妈。好啊，对上好头诶。后来呢？后来阿爸十分想，但系再度会唔敢讲。都明明白白的，太当上保证成功。我老爸还有顾虑，还有乜嘅顾虑？难道又想钻玉盘骗人系咪？哎呀，唔知啊，我唔嘅讲来呀。
阿爸还没阿来个道量，但那阿爸呢，嘿，勇于数三哥，那冲出来了试探机。冲马给三哥，你还记得么？记爱当然记得啦。有一摆果树头我铲草的时候，还记得阿爸是安样的冲的。阿爸古老在那真是红嘞，用盏茶落那个一春哦，跳背中抽呀染风千里，檀香落暗中风哦。唱得好，唱得妙，给五年树弹动的么？只感激啊！跳那起那下，无嘛反应哩。真正的死奶嘛！给阿爸们又再唱个一首。你把风吹走呀，把满天飞哟。肯定没反应呢。其实他啊，早就两飞到，他呢，只好飞冲的艺术。用板车。一把火焰上天啊，就远多一远呢。好子发边啊，都远多。杂六组啊，都相对相依，后土对木粉对粉哦。好，这个心思同阿爸话一样表达出来耶。但呢，阿爸唔敢上诶，因为佢唔能出拍表达出来。是戆，他们阿爸干脆就讲。爱爱唔，唔咩就得得咩？后来喊你五连树计嘅嘅尴尬局面，又冲两树三个。哦，爱啲得，佢系用板冲嘅。啊，唔啲。阿妈，这太好了呀！你爱这个事啊，是更好判你啊。莫着急，慢慢来。父母的事啊，先判了以后，爱再打算。嗯，遵命。